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昨天晚上，旁滩所有人透过旁滩TV 宣布暂时停止团体活动了。昨天，旁滩为了庆祝出道9周年，公开了金旁滩会吸影片。在影片中，成员们说出了从发表9周年专辑到结束宿舍生活以及暂停团体活动的各种事情。接下来，想要简单整理一下队长阿林说的话。原本旁滩所有人的第一季是《Dawn》，然后想要进行大规模的巡回演唱会，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疫情遭受挫折，之后发表了《 Porter Life Goes On》与《Permission to Dance》。虽然这三首歌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成员们却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感触。阿林表示，在连续发表《 Dynamite》、 Porter 与 Permission to Dance 之后，我突然不清楚我们是怎样的团体，要传递什么样的内容是最重要的，但好像消失了一样，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失去了方向。想要暂时停止后再回来，但是说出这样的话，就感觉像是辜负了粉丝们的期待。说想要休息一阵子的话，怕大家会恨我们，会有负罪感，然后也公开了结束10年的宿舍生活，以及会继续拍摄《Tyler 방탄的消息。最后，阿林表示，저는 제가 하고 싶은 건 제가 여전히 지키고 싶은 건 그냥 우리가 같이 함께 내가 진심으로 같이 무대에 서고 같이 우리가 행복하게 얘기하고 행복하게 무언가를 할 수 있는 그게 제가 원하는 전부예요. 저는 방탄소년단을 오래 하고 싶어요. 방탄소년단을 오래 하려면 제가 저로서 남아 있어야 된다고 생각을 해요. 그럼. 네. 왜냐면 내가 방탄은 아니니까. 나는 방탄의 일부니까. 그래서 여러분의 기대에 충족하지 못하고 너무 하고 싶은 얘기가 많지만 다 솔직하게 하지 못하는 점 항상 죄송하고 그러나 저희는 늘 진심이에요. 제가 아는 건 우리가 방탄이고 우리가 여러분을 만났기 때문에 여기까지 온 거고 나는 방탄소년단의 RM으로 있고 싶거든요. 그래서 이 진심을 알아줬으면 좋겠고 지금 잠깐 우리가 멈추어지고 회의해지고 쉬어도 더 앞으로의 많은 시간을 위해서 나간다. 然后在影片中也透露了接下来将从节后开始成员们会相继展开solo活动。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能将一直以来感受到的心理压力这么诚实的告诉我们，真的很像防弹的风格。其实可以适当的隐藏烦恼，适当的出专辑，举行演唱会来赚钱，但是却没有那样，还因为不能100%告诉我们所有事情而感到抱歉。再加上会重新拍摄《谈恋爱》旁滩，这风格真的太防弹了。我能感觉到他们在他们可以的范围内将所有事情都告诉 我们了，对阿敏们说的事情总是会遵守的。你们，所以在各自走各自的路后，重新聚集在一起展开第二张专辑为止，身为阿敏会幸福的等待，会应援你们的生活跟幸福。我是团粉，非常珍惜你们七个人，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活动，都会拼命应援的。因为君白七要来了，所以早就想到个人活动会增加，但是能先这样告诉我们，虽然以后个人活动会增加，但不是解散，而是为了更长久的在一起，真的很谢谢庞探普拉黑。然后今天因为庞探暂时停止团体活动的消息，HYBE 的股价暴跌之后，PKT Music发出声明表示，庞滩所有人会并行团体活动跟个人活动的新专辑，成员们会透过各自的活动成长，期待庞滩所有人成为持续长久的团体。公司会为了这一切全力支援的。我相信应该会有不少粉丝们跟我一样，在这次发表《Pushing》了《Tyler》的庞滩也都看的时候，多多少少就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当然，再怎么心理准备，实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很复杂的心情。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在庞滩打破7年魔咒，甚至打破了一度想要解散的 那个时期全员续约的时候，就觉得已经收到了充分的爱，所以就像昨天启明说的一样，不会去扩大解释成员们的话，跟一直以来一样继续相信支持庞滩소년단。 My love, my love, 내 맘엔 그대뿐이지. My love will be the sunshine for me. 나만을 바라.